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两个鬼子下湖洗澡，发现了巩大河，连忙上岸寻枪，被后在一方的陆达用枪指着脑袋，巩大河成功捞出另一把机枪，孔元也顺利炸到了鬼子的汽车。恒伟阔收到消息，命军医抢救危在旦夕的川口。信方趁恒伟阔不在，悄悄溜进他的办公室，找到日军布防图。这时恒伟阔已经回来，信方虽然一一应答化解，但仍然引起恒伟阔的警惕。川口伤势严重，要立刻送到山外就医。他对恒伟阔传达了军部的旨意，并表示有人委托给信方捎个话。恒伟阔立刻明白了川口的身份来意，他不动声色让藤山去找向海音。得知川口未死，向海音故作镇定，要求单独面见川口。大哥，把这个拿着，陆大哥绳子必须用手快。哎，藤山中佐、もう落とせます。よし、やれ。ちゃんと水に投げろよ。岩に落とすんじゃないぞ。こいつは毒にまみれてるからな。はい。いいところだ。中佐閣下、暗くなりましたが、帰還しますか。
快过来，快！来，来，把手给我，快把手给我，来，来。上来，怎么样？你没事吧，大哥？醒了，醒了，醒了！快，回公墓！报告杨村长。前院后院都找了，没有发现他吗？跑了？走访了附近群众，好像是跟着青皮一队人马跑了。马上派人调查。是。辛苦辛苦，休息。没事没事，走吧。走走走。哎呀，辛苦啊！没事。哎呀，厂长。按照孔老师原来预估的深度跟长度，今晚就能挖通。哦，哎呀，孔老四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厂长，我爹是个给人算命的，小的时候他想我跟他学这手，我就学了一两手。今天早晨我给孔老师看了一下寿命线，他能活到84。嗯，你爹看得很准啊。准。呀，哎呦，连长，哥，大河往两井即将到了，是吧？为什么是两井？我让他捞的。就是，刚入伍，想立个功。你入伍了？是的，我批准的。大河现在已经是八路军独立团特务连的一名战士了。孔元，你有这个权利吗？有啊，战时紧急条例里说我有临时招兵的权利啊。百方，你给我看看我这寿命线有多长呀？哎，我的个亲娘哎，我碰到了个老寿星啊！啊，那不会吧？那你看看我到底有多瘦？你哪年出生的？2015年。你能活到2015年，你是百岁之寿。啊，2015年，哎呀，那是个什么年头啊！大河，哎，我来让你捞一艇，是根据水深、温度还有你的体力。现在你要捞两艇，啊，你的身体肯定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抽筋了。你使我们逃生基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从基数成了变数。啥意思呀？其实让你进山很明确，
第一呢，捞一挺机枪做防御；第二呢，就把敌人的布防图要送回到团部。哥，你让大河一个人出山？是啊，他知道来时的路。可他就来过那么一次呀。没错，经验很重要，一次就够了。黄参谋领着他来的。哎，那那个年头，咱们就不用打小鬼子了吧？打不打小日本，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你得给他们说说咱们在虎头山上的这段故事啊，给后辈讲讲听听，好让他们知道，咱们有这么一段经历。嗯，那放心，我只要能活到那时候，那时候还能说话的话，我就一定把虎头山上咱们的事儿啊，都跟别人说。我觉得你可以，能活到。哎，对了，厂长，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带给那个二零多少年？2015年。啊，对对对，就是2015。我怎么觉得那么邪乎呢？那年头得多远啊？嗯，反正到时候你得跟他们说，警惕小日本，鬼子不可信。厂长，你呢？哎呀，战争这个东西啊，带给人们的就是灾难。真希望这个战争早点结束，永远再也不要有战争。现在他身体这个情况，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有我来送了。哥，你不能去，你要在这指挥呢。对呀，而且那路啊，只有我认识。大哥，来之前我研究过虎头山的地图。再说了，你现在身体出了问题，其实成功的几率并不比我高。不爱的，我过去也抽过筋儿，后来呀、啊，认识一个老中医，给了我一个偏方，一吃就好。啥偏方？就是木瓜煎桑树果。木瓜、桑树果这两样东西山里有呀，我去给你找去呗。学我啊，这是偏方，咱们不能相信。哥，有什么不信的？他吃了管用不就完了吗？对呀、啊。如果不管用怎么办？他走到一半，身体出了问题，那整个的计划就全都作废了。我以前每次吃都管用，不可能这次吃了就不管用吧？大河，这两样东西对你来说是一种心理暗示。如果在河里捞鱼可以，要是在山里长途跋涉的行走，靠心理暗示是不行的。哥，我有办法，让大河到凤凰坡去找黄老铁。黄老铁是黄参谋他爹，而且我们利用大河的平民身份，让他去找过几次黄老铁要吃的，他们也认识。让黄老铁带大河出去，万一大河不行，黄老铁可以单独行动。哎，学武啊，出古墓找桑树果和木瓜。行。哎，等等。啥？把这个穿上。我穿这干啥呀？我长得这样，我穿着也不像坏人啊。黑不隆冬的，谁跟你像不像？有张鬼子皮罩你就行。哦，去吧。你拿到了吗？当然，我都绘出来了，就夹在我胸前那个地方。你看这个藏地方，没办法，女人天生的优势。不用，太可惜了。我怎么给你啊？都给我了，我现在被他们盯得太死了。但是你得想办法，赶紧给孔放他们。有什么途径吗？东门口有个大树，那个大槐树中间是空的，树洞下面连着的是个古墓穴，那里总是有人值班的，你要想办法把图纸扔到山洞里，明天上午之前必须要孔放他们拿到图纸。你在考我吗？这也太难了吧。哎，我相信你的实力。不能这样，应该要相信科学。哥，你别老科学的，咱八路军讲的是意志和战斗力。大河现在已经不是普通人，他是八路军，这三个字儿就能给他使不完的劲儿，对不对，大河？对，我现在是一个正兵级的战士，
我必须要对得起正兵级这个。你笑啥？没笑。大河，你说什么？正兵级战士？啊？谁跟你说的？他不是你，我是副的。你记错了。他瞎说，他说我是正兵级啊。武达到，你散播谣言，记你一次大过。记你大过。啥叫记大过？处分。哦，给。見ろ、エビだ。おお、捕まえたぞ。お前すごいな。誰だ。待れ、待れ、今だ。なんだ。お、あ。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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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怎么了？哎呀，怎么了？哎呀，我听到古月他们那边声音了，快喝通啊！好，好，好，那你出来歇会儿，我接着挖。哎，哎，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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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长，我接着挖。哥，哥，快来，哥！哥，哥，快挖通了！好，准备把他们接过来。好的。小心点啊！我是连长孔元，赶紧挖，国亮。好的，孔连长。Thank you.
山洞，然后从山洞的入口爬到古墓，看看需要多长时间。好，德哥，怎么计算的？用这个表来计算。你们俩一定要记住了，要爬上5次，把每一次的时间都要告诉我。哥，干嘛要钻那么多次啊？因为人的体力是不一样的，一定会出现误差。100多人，每一个人出现5秒的误差，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一定要求出一个平均值，我才能知道大家转移的时间是多少。杨团长，孙国亮和那个信国军走的时候就是这么安排的。他们进山的时候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吗？没有。 他们配合好着呢，就像一对儿似的，像一对儿似的，不是一对儿。啊，行，我知道了。哎，你炮筒子和他手下那些伪军押到了没有？押来了，一个都不少，都在呢。我们还给咱送来了5车那个大米，还有5头肥猪，哎，就是为了让咱独立团吃饱了。 有劲儿打鬼子用的。行，我们会照价付钱的啊！不用付钱，我们老爷说了，咱就是一家人，以后就这些东西就白送，没问题。我跟你说，我们八路军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杨团长，我们老爷说了。 他抠了一辈子门，以后得大方一点。希望您能成全他这个关键时刻很大方的美名。好，那我们就收下了啊！将来在抗日贡献簿上给他记上一笔。对，行，他那2个儿子和一闺女也给记上一笔。哎。 孔老师，你看我们怎么计划？是这样，明天拿到布防图以后呢，然后派人送到团部。那谁去？看看大河腿恢复的情况。如果恢复的不好，就得是我去。厂长，是这样，明天等日本人休息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人。 转移到墓穴里边，明天9点之前，团部就会拿到布防图。次日凌晨，就会返工。这样呢，我们跟团部里应外合逃出去。哦，哎，孔老师，明天老魏要去做标本，他怎么办？我知道，我看一看，跟海英还有瓦格纳商量一下，争取叫老魏呢上午死亡，这样我就可以和大河去救他，顺便也看一看大河腿恢复的情况。 好，哎呀，孔老师，就剩下这一哆嗦了，我又激动，我又紧张。厂长，激动可以，不用紧张，因为我们会成功的。是是是。哥，哎，过来。哥，这次我又试了一下，这次是38秒。 差不多平均每次30秒，30秒38秒5次。看来
你们还得试几次，因为我们这里人多，必须求一个准确的平均值，这样他们才会安全。好的，那我们就再试试。发起总攻以后呢，我们要封锁敌人的碉堡，还有山东的指挥部。那么大河捞了两挺机枪呢，一挺封锁他的碉堡，一挺要封锁他们山东指挥部。哥，到时候我在这两个地方各开一个火力点，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们要干什么？我没有干什么。布防图拿到没有？拿到了，在信方那里。但是我们被看管得太严了，没办法拿给你们。今天上午，信方会再想办法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另外，一定让标本上午死亡，因为中午大河必须回团部。好的，还有，明天早上3点，要到这里来。好的，好的。先生，我们待会儿会给你进行注射，你会失去知觉，但是意识清醒。我明白，谢谢你，姑娘。待会你不能动的时候，你就眨眼睛通知我们。好的。天哪，他咋把布防图送给咱们呀？看来只有一种方法，就看他能不能想到。只有一种办法？那他肯定没你聪明，怎么能跟你想到一块去呢？真是急死了，还不赶紧过来让咱们告诉他。你放心，会有办法的。秦芳，秦芳，你听到没有？
如果听到了，就用鞋敲一下树干。我问你，你以前扔过纸飞机吗？如果扔过，就敲一下树干。叠过吗？你想说不怎么会，对吗？金芳，你听我说，你把布防图叠成纸飞机，然后试着扔进来。如果有日本人发现，不要怕，他们看不懂汉字。或者你可以想办法让日本人帮你叠飞机，这样日本人就会感觉到你在扔着玩，不会对你产生太大的怀疑。我还用得着你教我？何か手伝えることありますか？今日はとてもいい天気ですね。なんか気持ちいいな。飛行機を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帰って、ひそかにね。はい。哥，扔进来没有？还没有。再扔不进来，被发现的概率就会增加。飛行機を拾ってきます。もういい。結構です。山の中へ花を降りたいの。じゃあ今度またよろしく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仓库呢，找条绳子，还有沙子，啊。好的，好的。公园，哎，我们几个去救老魏，你和陆达呢，继续挖机枪口。好的，你走。
要不然已经死了，你们去处理吧。一定要走出去，所有人的命都在这里边。跟团部说凌晨四点发起总攻。啊，四点。还有，今天刮的是东南风，一定要注意偏差和方向。哎，找着黄老铁，就谁也挡不住咱了。我走了。什么时候可以回电？明天中午我们将收到上海的回电。你认为它是假的？我从不预测即将要证实的事情。我不相信它是假的，八路军没有这么优秀的间谍。即便它是假的，我也不相信它是八路军的间谍。那是哪方面之间谍？蒋介石手下有一个人叫戴笠，这个人网罗了目前世界级的间谍，梅机关曾经吃了不少苦头。梅机关下属76号，就是专门对付戴笠的机构。他们有混入梅机关的能力吗？不要小看了戴笠，山本56军奇袭珍珠港的计划，就是他第一时间破获的。通知了美国海军，但是美国海军不相信的。如果是戴笠的人，怎么处置他？抹掉他们？看他有没有可用之处吧。嘿，哎，不行不行！
啊。墓里太阴，咱们还得把他送到仓库。行，啊，走，走。慢一点。顺便帮他们挖一下公事，啊，是。顾老四，老魏不会有事吧？不会的，过一个小时之后就能说话了。对了，厂长，现在我们商量一下转移的事情。好，李叔，我想今天晚饭以后，等日本人休息了，咱们所有的人员开始转移。这回转移呢，我计算了一下，大约应该需要125分钟。咱们这回转移以救慢不救快的原则，让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走在前面，身强力壮的压后。好，这样顾老师你放心，我和白刚啊，把这个前后顺序啊，好好安排一下。陆大，这阵子把我给憋屈坏了，到时候一定要打个痛快。连长，等真相打完了，那顶机枪就归我了呗。我觉得你还是我们部将好，一打一个准。连长，连长，那个到时候打完仗了，你把老陆调到我排里啊。哎，严兄，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是连长的警卫员就可以问连长要排长的，那这不可能的。谁要了？谁要了？那是组织主动任命的，连长慧眼识英雄。哎，把任命书拿出来给我看看。来，快快，你不配。切切，连长，听见了吧？这个时候要打一梭子，该有多好？听见了吗？哎，再忍忍，忍到明天早晨再开枪吧。何かある。隊長、追いますか。いや、回り込むぞ。各セクションに知らせを出した。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こで待ち伏せるぞ。敵は戻ってきますか。そんなの知るか。隠れろ。はい。隠れろ。就在这里等死吗？什么意思？啊，不，不是等死，是死等。队长，我的汉语学的不好，请您原谅。不吉利。
隊長、出かけました。撃つなよ。生け捕りにする。将軍を喜ばせてやれ。爹娘，娘，我们现在快醒灵了，龙王，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我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将军，今天你们要走，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我不走，你们也别想走。你不是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吗？我任务没完成。你的任务真的比这么多人的生命都重要吗？高贵哥，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得走，否则的话我就暴露了。我说过。我可以不让你暴露，你们也可以走，但必须听我的。你得让我完成任务。如果我们不同意你的做法呢？那就谁也别走。你知道我有很多办法让你们根本走不了。你不能太自私了。我别无选择。如果你们只顾你们自己而不顾我的话，是不是也很自私？我们要顾全大局。没错，大局很重要，你们有你们的大局，而我也有我的大局。我只是个间谍，所以我选择的是以牙还牙。谁杀我同胞，我就杀谁；谁践踏我国土，我就砍下谁的双脚。而这一切也需要我的同胞支持我，懂吗？所以你今天晚上必须联系孔方。让他配合我的行动，否则谁也别想走。晚上8点，我在房间等你。
Herr Wagner, Frau ist nicht mehr kommt. Komm mal rein. Professor Wagner, es ist ein Notfall. Sie müssen mir helfen. Was ist los? Die Dolmetscherin von Hongwei Kuo will uns nicht gehen lassen. Was hat sie damit zu tun? Warum? Ich habe jetzt keine Zeit, Ihnen es zu erklären. Sie will unseren Plan verhindern. Was kann ich tun? Außer uns weiß niemand von dieser Operation. Auch Paul darf nichts davon erfahren. Er ist nur mein Leibwächter, um mich zu schützen. Hier ist niemand so, wie er zu sein scheint in dieser Höhle. Welchen Verdacht haben Sie gegen ihn? Ich bin mir nicht sicher. Aber zur Sicherheit bleiben wir unter uns. Sie müssen Paul wegschicken. Okay. Ich gehe zuerst. Paul nimmt ja heute Abend frei. Ich bin mir sicher, dass alles hier in Ordnung ist. Herr Wagner, ich bin für Ihre Sicherheit verantwortlich. Ich fühle mich hier sehr sicher. Mein Herr, in unserem Vertrag lautet der vierte Absatz des 8. Paragraphen, dass wenn die Situation für den Vertragsgeber gefährlich ist, darf ich sich nicht für Sie entfernen. Ehrlich gesagt, ich finde es unsicher. Paul, im 16. Paragraph des 9. Absatzes steht eindeutig, dass der Vertragnehmer alles tun muss in allen Situationen, was der Auftraggeber sagt. Ich finde, dass es hier sehr sicher ist. Natürlich, mein Herr. Ich folge Ihren Anweisungen jederzeit, wenn Sie sich sicher fühlen. Paul, ich glaube, dass es hier sehr sicher ist. In Ordnung, mein Herr. Ich gehe. Bitte seien Sie vorsichtig.山君，现用上可保。张山君，嘿，独立团被我们压到了这里，盘踞在乡村大本营。要把它引出来。八路军山大有计，他们此地盘踞已久，我们在此吃亏多矣。 我觉得此地不宜深入，不必深入，引蛇出洞即可。你孟非已下令，去抵西远级追星，一定要试验，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如果在乡村大本营进行实战的话，恐怕会影响毒气的效果。 这样传出去得不偿失，所以要引蛇出洞。如何引蛇出洞？
八路军最需要的是什么？武器。对，他们对武器的渴望和我对化学武器的渴望同样重要，所以要把他们引出来。缴获的武器要从虎头山运往泗水县城，中间有很多的道路，他们都可以设防。嘿，你们俩来干什么？我们来跟你谈谈。少来这套！我要大声喊，这马上什么后果你知道？你不会的，心芳，我是一个弱女子。瓦格纳先生是一介书生，而你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我们不是你的对手。如果你真的喊来别人的话，不符合你的利益。当然 ，Sie will nicht das Gleiche wie wir. Wir können zusammen gehen. 向海英，你没听我的劝告去找孔方商量是吗？你知道这里的情况，我根本找不到孔方。再说这么大一个行动，绝不会为一个人而放弃的。所以，新芳，你还是跟我们走吧。我说了很多遍，我不会走的，我也不能走。你可以以后再回来完成你的任务啊。很多任务现在不完成，以后就没有后来，只有后果。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承担后果，我的后果你承担不了。藤山君，晚上你陪我去一趟瓦格纳那里。让他了解一下最近的局势。是，西藏西延吉事情是否需要隐瞒？不需要，全都告诉他，战争时期所有人都是工具。在我来说，瓦格纳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有用的一部分。好，既然你执意要走，那就各走各路。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他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做出什么来。是，将军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一起吃饭吧。Wie lange wird sie so schlafen? Darin ist das neue Giftgas. Ich kann sie ewig schlafen lassen. Nein, wir können sie nicht töten. Dann werden wir sterben. Ein Drittel. Spritzen Sie nur ein Drittel. Dann kann ich nicht garantieren, dass sie lange genug schläft. Nur ein Drittel. Geh raus. Warte draußen auf mich.
快一点，快一点！这边，这边，快，这边，这边，哎，这边，快！快一点，快一点！来，这边，往这边，对，这边，这边。出不去，鬼子封得可密实了，赶紧赶紧告诉孔芳。你的腿怎么了？抽筋儿啊！那我给你捋捋。同志们，先停下来，停下来。哥，有紧急情况，你赶紧下来一趟。将军，据拜访马格纳教授，是否需要叫上海英小姐？叫上。虽然夏海音也不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但是她比信芳小姐值得信任。嘿，明天中午，信芳的谜底就可以破译了，这是我非常期待的。我也是非常之期待。信芳小姐，哎，柯将军，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睡觉啊？我不喜欢这么早休息，想去瓦格纳教授那儿谈谈心，正要去叫你和向海英小姐，我们一起去。好。啊，不好意思，我先去一下洗手间，待会儿我们在教授的房间见吧。好吧。都怨我，怨我没完成任务，处分我吧。也不怪你，大河，谁都没有想到黄老铁会暴露，没有他引路，很难走出山的。你先休息一下啊。那不处分我了？哎呀，大河，你先闭嘴。哥，咋办？现在赶紧通知大家往回撤。好的。啊，同志们，我俩上去看一下情况。海英小姐 ，Conway Co. und Tang Shan gehen zu ihr. Sie wollen mit ihnen reden. Es wird schlimm werden, wenn Shang Haiyin später aufwacht. Sie ist kein Problem. Selbst wenn sie wach ist, sollte sie uns nicht verraten. Das Problem ist Conway Co. Wenn er die Höhle blockiert und etwas entdeckt, wenn wir heute Abend nicht rauskommen, dann wird es danach schwierig. Am Morgen werden sie auffliegen. Das ist mir nicht so wichtig, solange die ganze Aktion nicht auffliegt. 海英小姐。可能没在房间，这样你一敲，他早就醒了。
小姐，传令下去，一级戒备，查看一下兵工厂的人员有什么异常行动，把石景明叫来，看看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嘿。隐藏一下啊！你们几个跟着孔老师。是。民族可登陆。哎。您谈什么事？哪五个人呢？你干什么？干什么？一弄你就掏枪，一弄你就掏枪，你能不能掏出个别的东西来？你们布置这么严控，怎么可能少五个人呢？别废话，告诉我哪五个人呢？什么五个的？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差五个人？你们再数一遍嘛，好不好？你们没有数清楚嘛？如果再不告诉我，我就要开枪了。你看，你看，你打，你打，我是厂长，你打死我。谁让你们进去的？没人让我们进去，我们自己住进去的。刚才数人头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来？仓库都让你们发现了，我以为你们会自己进去数。记住他们的名字，把仓库贴上封条，谁若敢擅自进去，就地枪毙。何かあったのか？わかりません。急に警戒態勢で関係者以外出入り禁止になりました。将軍は出てないな。いいえ。先生，山洞封锁了，请回房间休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Kann ich noch eine Tasse Kaffee haben? Noch eine Tasse? Sind Sie sicher? Ich bin mir sicher. Ja, haben Sie den Aufruhr draußen gehört? Wir können heute Abend nicht mehr aufbrechen. Dong San Zhongzuo, ich will Jiang Jun melden. Er hat wichtige Nachrichten zu melden. Ihre Nachrichten sind wichtig. Jiang Jun ist in Zhuli, hat wichtige Nachrichten.
我要重要事件向你汇报。说。白天我们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脸，他想逃出山外，被我们拦回去了。人呢？我们想抓活的，但是最后被他逃掉了。从明天开始，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你就去死。哎，明白。 Sie sehen überhaupt nicht nervös aus. Aufregung hilft nichts. Der Kaffee wird Sie beruhigen. Sie sollten auch ein bisschen Kaffee trinken. Ich gehe schon. Hey, Kuo Jiangjun. Tang Shan 先生和向海英小姐呢？ 瓦格纳先生的咖啡很好喝，你要不要来一杯？现在不是我喝咖啡的时候，我想和瓦格纳教授好好的谈一谈。